哇塞，小伙伴们太帅了，太牛逼了！哇，打到就一盒野生的，这是什么？哇！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宝贝，我这里面有宝贝，摸到什么东西了？我的天哪，摸到什么东西了？现在把它打到最后看一看，哇哇，我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看我，都看我，全完，都看我，我就是你们的打捞小丸子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今天看我的欧气爆棚，我又在这条小沟里面打捞，看看今天能打捞出什么样的宝贝？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别小看这条沟啊，这条沟可有名堂了，这条沟是我们四条村唯一通的一条沟，这里面啊，有些家长啊，他们就不想孩子玩卡，所以把他们的东西啊扔到这个小沟里面，这个小沟里面的卡包和玩具特别特别多。今天咱们一个晚上过去了，咱们再来打捞野生的东西，看看今天我昨天下的晚，今天有没有什么宝贝？哇，小伙伴们，真的有宝贝！哇，看这什么东西？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本卡册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卡册，咱们看看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卡册吗？哇塞，真不错！全晚都看我，全晚都看我，请叫我打捞小丸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最牛逼的全晚的打捞小丸子，而且全是都是野生的。看今天的运气又是爆棚了，可耐心看到的走。小伙伴们，这件衣服能给我带来欧气，我已经好几天都没舍得换了。看看今天又给我带来怎样的欧气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不想吸我的欧气？看看今天的小沟里面能打捞出什么样的宝贝？小伙伴们，其实打捞也是需要技巧的。今天就让我的这个幸运的小魔球去决定它的方向，每个的方向啊，每个的位置都会打捞出不同样的东西。看看今天，在这边，说明这个地方有好东西，咱们试一试。这里啊，咱们现在把手伸进去。好像有货！哇塞，一下去啊，就摸到什么东西了。哇塞，这条小沟哇，好多宝贝，真的不错。咱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小伙伴们给我点个赞。欧气爆棚，欧气爆棚，我就是打捞小丸子，我这里面有宝贝，摸到什么东西了？我的天哪，摸到什么东西了？现在把它打捞出来看一看。哇哇，我这什么东西？我这是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！把我吓一跳，小伙伴们都不许笑。原来是一个玩具的狗啊，差点把我给吓哭了。奇怪的东西啊，哇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小伙，你们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哇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，先放在这边吧。哇，今天收获又是满满啊！咱们再用这个球决定一下方位，看看有什么宝贝。哎，那边，咱们现在那边去摸。哎，看，哇，这里面有东西，哇，真的有东西，兄弟们，真的有东西，哇，还在冒泡，哇，我的双手，哇，都要被给它给吞噬了。我的天哪，我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大好大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，我什么东西？哇，拿出来看一下，哇，哇塞，在冒泡，哇，兄弟们，什么东西？哇靠！哇塞，小伙伴们太帅了，太牛逼了！哇，打捞出一盒野生的，这什么？哇，双层的黑钻！哇，还有一张 L 二卡！哇塞，今天的运气简直就爆棚了！哇，真不错！现在赶紧回家，咱们拆去！哇塞，今天的运气真的是非常的哇塞呀、啊！哇，太牛逼了！哇塞，牛逼！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回家去拆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。这下面已经坏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哇塞，一张 L 二卡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张 L 二卡已经快虚了。哇，两个铁盒，哇，这里面铁盒，哇，全都沉甸甸的，哇，肯定是有。可能会有黄金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有了黄金我就发财了。我的天哪，我就买房买车。我的天哪，开个很大很大的卡牌店。我的天哪，再开一个奶茶店，我的卡界天王的梦想就能实现了。我的这里面还有一盒。啊，这个没什么样了，就不要了。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两盒拿回家去拆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。小伙伴们，我回来了，我就是你们心目中的打捞小丸子。小伙伴们都给我哭！昨天我一包荣耀被反法联盟扔到河里面了，被我捡到了。哇，结果。我来的时候晚了，我拯救的时候晚了，结果这张卡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都是反卡联盟，真的都给我哭，不许笑。然后今天看看猜一下我今天打到的宝贝吧。哇，小伙伴们，为什么一盒有两个？我只知道黑钻，小伙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见过没有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呀，小伙伴。现在咱们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看看今天打上的野生卡包，野生就可以说是野生黑钻吧，也不知道这个词对不对，大家给我取个名字啊，把我这个视频取个名字好不好？现在看看这里面什么宝贝啊？魂器、欧气、欧气，哇，这什么？把这个给打开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都是宝贝呀！哇，这些东西花钱买都买不到。这边鱼香籽啊，打败反卡联盟。好的，兄弟，一定是反卡联盟啊，不让他玩卡，然后把他的卡扔到河里面了。好的，兄弟，小伙伴们，这是你扔的吗？小伙伴们，这是你扔的。如果是你扔的，就在公屏上说是我扔的。哇塞，六叶普通包，哇，全是普通包，哇塞。
哇，全是普通包。看这什么卡包，咱们拆开来看看。哇，现在兄弟们，我直接我心跳280迈啊！我的天哪，可耐心颤抖的手啊，直接给我上了高速呀！哇，一台背景，哇，牛逼，很新的一台哈，我还没有湿，哇，谢天谢地啊！说明这个铁盒还是管用的，不管在盒里面放多少天，它都不会湿的。哇，赛罗，哇，小伙伴们赶紧看看这张卡，你们有吗？哇，你们想要吗？你们想要吗？这可是野生的，野生的赛罗，这可是野生的赛罗，是我从小哥里面。啊，是我从小哥里面打捞出来的，打捞出来的，来了，野生的哦，野生的赛罗，哇，太帅了，哇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，哇塞，牛逼！咱们把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咱们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麻盒吧？我还是第一次拆麻盒。哇塞，这什么？看看哦，知道了，这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勋章嘛？对，勋章，我们猜猜这里面是哪个勋章？你们最想要什么？啊，我最想要这个，对，赛罗，看看这个是不是啊？看看这一张勋章是什么？哇，果然是赛罗！哇，今天的是澎湃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！哇，全是赛罗！哇，今天我的幸运星果然就是赛罗，赛罗哥哥，赛罗哥哥，赛罗哥哥，他会魔法吧？他真的会魔法吧？兄弟们，我的傲气爆棚了！我就是全满最牛逼的打捞小丸子，请叫我打捞小丸子，打捞小丸子，打捞小丸子，而且都是非常香的野生的野生的东西哦！哇塞，赶紧跟我一起来打捞小丸子吧！牛逼，他真的会魔法吧？他真的会魔法吧？这一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相信他真的会魔法。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。